由新古典神韵乐团打造为台演文化音乐剧场《立山之歌》，就用钟离佛同钟天明两字样的文献拿来做创作发想。韩国钟离佛虽然讲一生人穷又破病，还是当今天一心爱创作乐团歌唱，打造为台湾音乐文化艺术台作品。今年透过用演出，大家都认识，今年就会延续安尼的能量。15、16，我先投台北国家戏剧院演出，接下来生日除夕就会投桃园继续演出。作曲家钟离佛老家培养中台媒介男女主角，用声音对抗，用歌声唱出无奈的心情。文学与乐剧中第三支歌都有修改，呈现出男女主角的内心世界，呈现出文学家人生各种样貌的精彩故事。他在当时，他敢追求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女孩，而这个女孩跟他同样姓钟。我们现在可能不觉得什么，在那个时期，那是天大地大的一个忌讳事情。将钟离佛老钟天明两字热嘅文学作品，精彩嘅部分全部地台掀盖及重复推行，不能看到新古典室内乐团用动态嘅音乐乌托老文学来讨论人民老年乡嘅意识，透过剧场表演，唔但将本台之间看到文学多层次、老多角度嘅表演方式，同时也老推翻本土文学作家来致敬。那我想呢，这个作品非常重要，是说，钟离佛他不只是代表客家，他也是代表我们台湾文学史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家。那我们在这个作品当中，其实除了所谓钟离和钟台妹为爱守护的这个浪漫故事以外呢，还有钟离和钟铁明的这个人生断柱的一种精彩的生命篇章。先前都到刘队长百年，跳跃摆渡高雄表演，就引起动态的回响。今年梅孙辉来到台北，突然落台中来表演，将客家文学作品精彩跟童年的故事，再个渡台行来呈现，重新来诠释动态客家艺术的美好。客家新闻采访前面日台北报道。